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拆开超级飞侠的新玩具。你们看，这是工程车多利，它后边有一个搅拌桶，多利可以搅拌石头和水泥哦。放一块石头进去，多利还可以接上工程车厢。哦，多利准备好啦，出发喽！嘟嘟，多利来到工地啦，卸下车厢。哦，一下子就完成了。打开车厢看看吧，会有什么呢？哇，这里有一个大夹子，可以来夹石头哦。把石头运送到这里，这是超级飞侠多多，多多是工程队长。嘟嘟，工程车多利准备开工啦，首先来搅拌石头吧。哇，搅拌石头实在是太困难了，搅拌桶都冒烟了。哦，多利总算把石头搅碎了。嘟嘟，咦，这里也有一颗石头呢，我们把石头夹起来吧，让多利来搅拌一下，放进搅拌桶，装好啦。多利要回到工地再搅拌。挖掘机朗朗来啦，它前面有个挖斗，那就让它来清理这堆沙子吧。一、二、三，变！哇，朗朗把沙子都清理干净了，干得不错哦，朗朗，可以回去了。嘟嘟，工程车多利也完成任务了，接上工程车厢，多利可以回去喽。